大家好，我是 Kili。 大家好，我是 Agnes。 很感谢我们的介绍人邢迪川和领导人雷达丹把安利这个事业带给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创办人蓝宝石梅林和 Diamond Ho 在前方做最好的带动跟配合，然后非常感谢呢团队和我们一起共同走过。目前我自己本身是在一家英国公司担任一个技术项目经理。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会在安利事业里面发展，安利事业发展并不需要任何的资金、学历、能力和背景，只要我们愿意学习、付出努力，一样可以改善生活。安利是一个公平的事业，是一个人人可为的事业，也是一个助人的事业。只要我们设定目标，坚持地走下去，怀着一颗感恩还有助人的心，我们一定可以圆满人生的六六大顺。我们做得到，大家一样可以做得到。我们一起加油。